細個時候喜歡去遊樂場玩啦，玩咩咧？玩千秋，因為咧我哋成班兄弟姊妹啦，咁啊就會一連串咁喺度排隊咯喎，咁啊開始數抽啦，數人哋咧就幾多下之後，20下之後就會停，我哋會好乖嘅喎，話明幾多下咧就幾多下會停，同埋咧我嗰時咧就最喜歡咧係乜嘢咧？喺啲細佬妹面前咧就係喺度顯威風啦，就會跳抽啦，一跳落嚟嘅時候咧發覺啊～好啦，我又成功咗，我又避過咗啦。原來咧，亦都係鼓勵咗我哋一啲嘅勇於挑戰啊、勇於冒險嘅精神咯。對於我第二時嗰種嘅人生咧，其實都係有一個很好好嘅訓練嘅。